好多，你会站在我身后吗？嗯。好的，第一趟要记得做大事情，要有巨小节，千万不要被儿女情长绑住手脚。是，郡主。郡主，公主，公主。好多。你一直都这么冰冷吗？对你衣服也是如此，我好像从来没见你笑，你会笑吗？我可怜你了，你就是一个义父的体现。我不护送公主，难道你护送啊？我来护送又何妨？既然你都主动说了，那本公主就命你时时贴身保护，不得稍离。我是公主，你须得听我的。好，我的话你又不听了吗？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过过夜。公主请歇息，属下就坐一次，不会离开。好多，你不要伤害长歌。长歌，快走！公主，好多，倘若你真的遇到长歌了，你能不能留他一条性命？公主吗？我真的是公主，你相信我。你们为什么还不来接我？你们不要我了吗？什么相思女子，怎么就跑了？这是你求来，希望她能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别人绣的小兔都是红色的眼睛，我绣的小兔是绿色的眼睛。这手法哪来的？让人听了，洛烟，你昨天就走了。走了？没事，我不来。该如何歇斯底里？小五，别睡下我。我一定会找到的。你还在乡里长吗？我以为你担心公主呢。我有点愁思绪，闭上眼一再逃避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，找我。公主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好疼。属下冒犯。小五呢？就是这个护身符让我找到。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是我在狐狸宫捡到的。公主，公主，你真的变了很多。有的人却面老心善，就像浩郎君一样。公主，你不怕我了？我从北境一路逃难到洛阳，是你救了我，我就不怕你。但是外面现在……何况不是有你在我身边吗？最开始我见到他也是害怕。之前，公主现在不害怕了。是公主还是乐言？爱一切如故，用尽一生去投入情注，问情为何物，逃不过世俗。如果你喜欢了一个人很久很久，也知道他应该早就心有所属，那还要当面问他吗？我想我会当面问，就算被拒绝了也没关系。我知道自己的内心，如果不当面问清楚，总不能轻易放弃。朱玉哥哥，你怎会在此？浩多都和我说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天。不怕，有你在，天一定会晴的。我喜欢你，是不是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、利用我？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骗我？你所谓的面人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以前我觉得你冷血，一直怕你；后来我觉得你只是外冷内热，是个好人。可现在，我觉得你是个没有感情、没有思想、没有心的提线木偶。我就是怕你生气，但我又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公主，你不善了，我只能远远看着你。只要你安全，我就没什么可担忧。你为何站这么远？我怕公主不想见到我。浩多，我让你站住。公主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刘烟，是不是我先去走？其实对你而言，也并没有那么有所谓。我真的不清楚，他喜欢你。他一直很在乎你的感受，你的想法，你想能让他难过吗？一，还有我，你是谁？能赢你的大唐小卒。今天在擂台上，我看到你一次次的被打倒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因为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痛，不要打了，我认命了，可以了。二若，你也不许认命。总是在为难自己，满足别人，为何要为了我去擂台拼命？因为你值得。以前我是作为侍卫保护，可是以后我要作为资金保护你。越来越依赖你，开始慢慢的感觉到你的心是暖的。只有跟你待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觉得很安心，很自在。其实我渐渐的知道，你做的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，说的很多话
一时言不由衷。你明白诺顿吗？怎么会啊，我知道你一定能找到我。诺言，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你离开我半步。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现在有你。